近一点，不要变中国，一样卡到里面。谢谢。不用了，不用刺球了，不用了。我好像没有卡到他们，卡我，他们是卡在外面吧？三十、三十九、二八、七十七、二六、二十。前面房价用推的，等我一下啊。二十。我有点外八问题哦。好，等等等等等等。好，往上往上。评审他们这个是有时间限制吗？对，有时间限制。啊，那时间要完成任务，然后看他们的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来再帮他做评分。啊，在几分钟内完成的。对对对，他因为他每一个位置，比如说放到的，比如说这个方块分几分，然后呢，里面有没有球？里面有没有球会有这个分数也会不一样，是，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的裁判会针对他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的这个状态来帮他做评分，那在一分钟之内他要能够完成任务。